你唔爱讲湿裤啊？伊就较湿裤尔，啊，规工湿裤啊，面咧布安尼。你规工你就是咧铺走走空的台词，我讲咱无你规工铺什么什么？你是拍得着，你也拍得着，你不要去做囝啦。我拍过你，就是你囝啦。想想济啊，你了解无？好啦，主持咱即摆咧讲，我免去拍，我主持人你是咧取笑，请你吃一顿饭，完全这是我跟你的交情嘛。让你跟我借500块，你要把这个回去。抓虾不敢抓，已经跟你讲了，没关系，你从不去。我给你机会来红嘛，他确实有没有红牛嘛？关键不在你的本嘛，关键关键你的实力，实力关键你的态度，态度关键你的温度，温度关键长得高啦，你想听不啦？看出这个本，对吧？我把工地做个安利，我的朋友，阿伟你，你可以干你的事业，找找他们。我也正听话讲，你卖个辛苦啊！伊未歹囡仔，伊未歹，伊就较辛苦尔，啊，伊较辛苦啊，面咧无安尼。你规工你就是咧磨糟，糟糠的代志，我讲他无，你讲磨做要创啥？你是拍得着，你也拍得着，你不要你做囝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